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早，兄弟姊妹，大家早。一早起，我们三个做伙来看诗篇第二十七篇十三、十四节。我若无信伫外人的地，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早就已经壮大了。就听候耶和华，就壮大坚固你的心。我搁再讲，就爱听候耶和华。在整个疫情的过程的中间，有一挂人因的生活拄到真济的刺激。无论是你工作上、你生活上、你心灵上有济济的惊吓，甚至有人在现主持咧做工作的过程的内面有济济的挫折，无得到你的心内内面就产生你布袋戏中间所讲的时运不济，命中该乌云压杂，冻凉在，松果砍住灵芝草，叠香落水冻果菜。你画面里面要安怎度过到这段黑暗的时刻呢？兄弟姊妹，这段圣经就提醒了咱，爱思想着伊的恩惠甲慈爱，相信咱搁再要变经历着对主遐来的力，听候着伊在咱画面中间迄个奇妙的做，因为伊是咱唯一的盼望。就参照哥林多后书中间所讲的，咱四面受敌却无被困住，心内作难却无得到失望。在苦难中，你捌听候，你也愿意听候主的稳定嘛？有当时在这段时刻里面真艰难，咱的信心常常关关结结，咱的大脑虽然甲咱讲，咱都要靠主刚强，但是咱的心一直到隆重不足，咱想到保罗。安怎来赢过着每一摆的危险甲痛苦？伊的秘诀就是主的恩典够额外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就乎咱用这段的圣经，搁再一遍被提醒，咱常常来思考耶和华的恩惠，咱听候着伊在咱活命中间奇妙的作为吧。虽望失望，但是唔通绝望。搁再一遍，在伊的听稳定中间，你挖可以搁再徛起来吧。做个三个来祈祷，特别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在听候中，你要坚固着我，引出着我前面的道路。愿上帝连看过教会中间这段时期内面，无论你肉体上、你工作上、你家庭上拄着艰难挫折的兄弟姊妹，你的听无离开着因，也帮助着我做伙结连用慈心听说。陪伴着因行这段不容易行道路，愿主的圣手来扶持看顾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给你家里的一家。